下菜，三九夜寒，何所去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心百花尽开放，高歌欢庆新春来，爱新春来。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是令我那么的着迷，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唯一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梦全是你，刻下你的名字在我的心，一定把你好好的珍惜。
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心里想的却是你，许下个心愿一生陪着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，我爱你。让我认识了你，从此我就爱上你，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只因我那么的着迷，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每个单位都有一些波及，包括他们一些专辑。好，来各位看到这一艘船啊，黄色的香蕉船，你们看到以前啊，各位有在戏局当兵的没有？我们今天这一艘船就是我们的曙光号，以前东西局之间的交通船啊，东西局之间的交通船，这个东西局之间的交通船最早年呢有两艘，一艘叫做凯旋号，一艘叫做曙光号。局二是那个后来立马比较先进，看到是东局很著名的交通船，那个是直升机。这个直升机机场呢，大家什么时候来坐？大家知道吗？有机会啊，他就会还要看船长了，看船长开不开。这个我们的温乡长啊，后面两员保镖。乡长是女的？女的，女的乡长啊。这乡长很厉害，家族庞大。东局就不是姓陈的，北干姓王的，传统到这个姓郑的。中局是曹大姓，曹姓曹，成功坑道。好，右手边大部分的人第一次来东局嘛。对。那我们右手边看到东局最大的村庄叫做大坪村，这边大坪村。那左边就是我们的。那个警政总署了，啊，警政总署。你还有说那个豆花也是在这个村庄里面，对，啊，对，那还有我们最大件的消防大队东局的东局分队，军容壮盛，警消两个，一个上班，一个休假，业务很繁忙哦。那另外一个国立的，不是私立的，啊。哎，这一次我们船老大，他才不接你。对，我们有一管二，我们的二管呢，啊，中午也会在这边用餐，啊，也在这边用餐呢。那另外我还可以跟各位介绍我的母校东局最高学府。啊，我们的东局国小，现在县政府里面啊，有多位主管级的都或者精英啊，是部队叫精兵，政府叫精英，这一啊，就是精兵部队的最重大的活力，就放在里面，就装甲车，啊，就装在里面啊，以前是大卡车放在外面。这边以前我们以前雄兵很多，部队很多，现在这个潮水刚好它退潮，那退潮就可以让你跟它合影了啊，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不一定你可以看到它退潮的样子啊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的自来水厂，我们喝的水啊，使用的水，自来水的净水厂，它这边水抽过来，这边净水之后会发到各地来，是你该痛的地方啊，那边该痛就痛，不要痛，不要乱痛啊。比如牙齿痛，礼拜三痛就好了，其他不要痛哈。那这里可以看到马祖除了军事占地之外，还有标语特别多，对不对？这边写着“军民一家，共荣共兴”，千万不要倒着念啊，倒着念变成“兴共荣共”，江南一军啊。啊，那这里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营区，我们这个营区呢，可以说一直到山头下来，上面早年的防炮4.50、40快炮，还有155、155，还有3营兵器连、3营步连、平西连。啊，还有剩余831啊，早年的
这里可以说千军万马，嘉宾哥啊，真的是可以说跟蚂蚁一样多。但是现在已经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外岛其实没什么必要。我说少了50000块可能会不在这里。啊，在部队里面其实是不错的啊，他也可以念书啊，他在已经到达这个点了。看到犀牛雨露连岛，现在经过我们的盘算，岛上不太会有其他车辆会从这里经过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车子啊停在路边，让各位啊。到底多大？没有人知道，那只有阿敏知道。那它正负差大潮水的时候超过7米，7米多高，2层楼了。所以各位有没有到码头？干什么？潮水这么低，楼梯就这么高，这么高？你是？我们看到的这条路战备道，待会从这个角度，这角度很开啊。这个犀牛角，当然上次也有小。好，右前方呢，可以看到东局非常重要，以前部队的训练基地，叫做局钓鱼的，现在正在环岛看钓点啊。那哪一个点比较好呢？他待会就会去那个点来钓啊。来，这边游客服务中心啊，它里面有三个。是趴伏在岷江口外的两只小狗，因此旧时人们又称它们做东犬与西犬，并将两座岛屿合称白犬列岛。后来结合了不忘再举之意，再更名东举和西举，并将南岛合称为举光。想要一访这座万佛自在的岛屿，你只需从南丹搭乘交通船便可轻松前往。而在东举和西举之间，也有定时的船班串联两岛间的交通。蒙澳港是进出东莒的必经之地，虽然它以气势威猛的城墙驻守海湾，但在碧海蓝天的陪衬下，却也显得平易近人。顺着公路前进，风声逐渐吹去海潮的声浪，整个东莒就像是第一次被人发现的新大陆一般，是那么的宁静安详。目前东莒共有3个村落，其中大坪村是9个岛民的生活中心，可以满足岛民生活上的一切需求，也可视为旅客畅游举光的后勤补给站。而福正与大埔聚落则是过去东莒规模最大的2个渔村，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关系，早期村民都会依据季节与风向的不同改变一座澳口，因此流传着下福正东大埔的地方谚语。而今由于渔获枯竭，2渔村也因此没落。尽管昔日荣景不在，那所留下的传统聚落建筑和渔村风情仍诉说着旧时东莒。
西藏的某个地方，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，阿刁大昭寺门前布满阳光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要去看这座灯塔了。这座灯塔呢，那英国人要求设计这座灯塔叫金朝古城古城寨的部分，那这一段呢叫做妈祖庙，妈祖庙东西唯一的妈祖庙在这里进啊，那我们直接进来了，待会站在灯塔上面一路拍下来，那条犀牛的鹿田岛也拍得到，居高临下视野辽阔，这里最棒，一路拍下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拍到前面，我再前。可比更桑还顽强。阿刁，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相，你何时下山？记得带上卓玛。习惯。
叫老头大王庙，因为这个地点叫罗大主办，然后这边的三神啊，三神庙啊，非常要随时注意啊，他有一些蛛丝马迹啊，你好好端详一番。来，真正的时刻是在这凉亭内侧，非常重要，就在此地。啊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那时刻就在这里。因为要保护它，当年呢是没有这个凉亭。在400年前，就是一个石头，上面刻了这几牌子而已，啊，那我们因为啊留了这几百年，当年马祖司令官叫雷开轩将军下令。爱在九河山，不来攻南京，江山几句长，黄山总是何年。文章写不尽悠悠沧桑事，悲欢岁月尽无情。长江长千里，黄河水不停，江山一待会还会上面听到吗？
常熟锅锅把你留，锅中有我对你的真情，锅中有你的温柔。哥哥哥哥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，陪你直到月亮躲山沟。你莫走，我不走，渡过舟。走，我不走，点过灯，修过屋。